哎呀，我去，我被一群破雷神马桶盯上了，你们快看，那是谁来了？是烈焰泰坦音响人，我去，太酷了。哎，他怎么突然闪开了？快看，是马桶人的黄色泰坦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好一招饿狼扑食，烈焰泰坦音响人你要小心呀，他的金刚狼刺爪不能小觑。我去，你从哪儿弄的兵器呀？两柄烈焰大铁锤，对金刚狼刺爪，看看你们两个到底谁更厉害。哇，突然感觉回到了冷兵器时代。哇，锤子还可以丢出去，太酷了。哦，那简直是雷神之锤啊。那我们就直接上终极暴击吧。啊，不会吧，我没有看错吧，好像烈焰音响人慢了一丢丢啊。